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乔叔叔，这是李乔叔叔日记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。对了，生日快乐歌，从这集开始，我们要拍一系列好几集，讲一些耳熟能详的歌哈，不是耳熟能详的歌哈。生日快乐歌就是个好例子，它这首歌从头到尾就三个和弦切换啊，其实三个和弦也算多了。Bob Dylan 很多歌都是三个和弦。然后呢，我会先用尤克里里，然后之后再用吉他。我有信心，我讲完尤克里里的部分啊，你们可能就会用尤克里里弹，因为尤克里很简单，就四根弦，而且和弦很好按。吉他比较难一点啊，吉他毕竟多了两根弦嘛，所以你大概要再花2、3天才会这首歌。好，那我同时讲 C 调跟 G 调，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的音域不一样。比如说我刚刚这个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这是 G 调。那 C 调呢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调不一样，它的高低都不一样。但有没有人说，老师 G 调就是比 C 调高呢，或者是比它低呢？没有这种答案啊，它都是循环的。就像属老鼠的跟属马的谁比较大，不一定啊。有可能属老鼠比属马大，有可能属马比属老鼠大，因为它们差了12生肖是循环的嘛。好，再来就是有人说，老师，我真的是零基础初学者，尤克里的和弦我也不会按。那你有几个办法？第一个，你去百度上搜，你会搜到这样的格子谱，格子图。第二个，你可以微信喊我一声，我发尤克里里的基础教学给你。我有拍了5、6、4、4、5集吧，就讲完了。我的毕生功力也就5集就讲完了啊。或者是你现在实在太懒了，你连那个都懒得看，那我就现在告诉你啊。以 C 为例，你看这个 C 和弦，这个格子图怎么看？这个黑色的杠杠就是这个白色的杠杠。这个一二三四四根直线就是一二三四弦，你看这样它是不是一样？这个黑色点点就在这儿，好，这里我们称为一弦，靠近膝盖的是一弦，靠近下巴的是四弦，这点你要想办法突破。一二三四，所以 C 和弦就是第一弦是三平，二三四空弦。好，祝你生，唱到生的时候，你看我这里 C 下面写了一个生，或是 birthday 的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。那个时候才要扫一下，你不能这样 Happy Birthday 或者祝你生日不行，你要祝你生日快。G 怎么按？这里黑色的杠杠在这里，哎呦，这个三个点点比较麻烦了，分别是一弦的二平、二弦的三平跟三弦的二平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完了，这个 F 又不会了，F 是二弦的一平跟四弦的二平。祝你生日快，哎，这个 C 我会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要 F 了。祝你生日，哎，麻烦了。这里为什么有两个和弦？因为这里它在一个小节里面换两个。生日快乐，G C。我唱一次和弦好了，哒哒 C C C G，那那 F F F C，那那 C C C F F，C C G C。换成 G 调呢？好，这里我就不教你和弦怎么按了。你真的找不到，你就微信问我一下，或者百度搜一下啊。祝你叽叽叽，不是祝你鸡哦，是这个是鸡和弦啊。祝你叽叽叽滴滴滴 C C C G，叽叽叽叽叽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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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G G D G。简不简单？当然，你一开始没有办法把节奏弹得这么好听，你可以弹得简单一点。祝你生日快乐，或者你就简单的扫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或者是像我刚刚一开始，他把它变成这首歌其实是三拍的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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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是3下，但是你可以把它变成四拍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祝你生日。你看我一小节少了8下或者4下，祝你生日快乐，2、3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当然它会有点味道不一样，但是没关系，不要太纠结啊。那如果换成吉他呢？来，吉他的 C 和弦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 G C。换成 G 调呢？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。后面加的花哨的部分就比较多了啊，
这个你也可以在我别的戏里面学到，包括像鼓手一样思考弹吉他，或者你可以看我一些其他的演出，都会有一些灵感。好了，这就这样了，拜拜。